今天摘蓝莓，这些蓝莓都是为冬天准备的。这个品种叫 Duke， 它比较硬，放的时候就比较好放。今年蓝莓长得不错。还是建平，蓝莓园里就我们俩。今年蓝莓真的是长得好，来，就像葡萄一样的一串一串。Duke 就是公爵啊 ，Duke 这个牌子的，比较适合冷冻。哎呀，我这样子摘太可惜了，它掉地上。嗯，老公，我们来拍一个摘着蓝莓的视频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该摘蓝莓的赶快找找啊，周边有没有蓝莓园？这是现在最好的季节了。7月份、8月份到9月份嘛，太迟了。摘的时候最好啊，比如说昨天是下雨的，那今天来摘，要么早一点，要么迟一点。早就是从太阳角度来说，如果从如果要冷冻的话啊，建议是下午，迟一点，露水没有了。回去不用洗，小袋子装着冷冻。好了。